diagram show a quadrilateral 就是四边形，它叫你找 value of x 加 y。So 我们要找 x 加 y 的时候呢，首先我们先看这一边的这一个是一个等边三角形，等边三角形，你的这一个三角形这一边是一个等边三角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等边三角形。然后这个等边三角形呢，它这一边跟这一边一样长，然后这边108度，所以这两个角度呢，它会是等于180度减掉108度，然后再除以2，所以它是72度除以2，然后它这一边是36度，所以这一边是36度，然后下面这边其实也是36度啦，但是事实上我们不要写出来，因为它这一边是它 x 嘛。然后我们知道它整个是一个四边形，我们知道四边形加起来会是360度，所以我的 x 加 y 加36，OK，我的 y 加36其实是一个角来的，这一个角加这一个角，然后我再加84，然后再加108度，会是等于360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四边形加起来会是360度，所以我的 x 加 y 呢会是等于360度减掉36度，再减掉84度，再减掉108度，所以我们这一边就有360，然后减36，再减84，然后再减108，OK，然后我拿到的是132度，所以答案是132度。所以答案是 C。